那我们把镜头转交给 DFC 静心小学制作团队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减速的吧。有一天，客人甲到一家饮料店，以纸杯和店员购买了饮料。我一杯珍珠奶茶。好了，这样是50元。家买完饮料后，走到店旁边，客人已出现并使用饮料店的环保杯，也买了一杯饮料。老板，我也要一杯珍珠奶茶，微糖少冰，谢谢。你有使用环保杯，所以这样是45元哦。哎，你不是张良言吗？怎么会在这里呢 ？Hello， 好久不见。你为什么会使用纸杯呢？现在是环保爱地球的时代。倒是你为什么用环保杯？世界上70几亿人，没有几个人像你这样环保爱地球的。先生，你的珍珠奶茶好了，谢谢。我知道，虽然地球上70几亿的口，没有企鹅像我这样子环保爱地球的，但是你要知道积少成多的概念啊。自从我参加静心小学 DFC 专题研究团队之后，知道了环保爱地球的重要性。其实我发现，我们的水壶就是最方便的环保杯哦。听完你的建议后，我也要一起跟你环保爱地球。喂，这里是超环保饮料店。停，这里哪里环保，这是超不环保的饮料店。看完这个影片之后，大家有什么感想呢？其实不只有使用环保杯，在生活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小动作，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环保。今天来教大家几招。第一招，使用环保餐具。第二招，使用环保杯，也就是我们的水壶。第三招，使用环保袋。在生活中也有许多不需要用到的用品。第一，一次性的纸杯。第二，一次性的吸管。第三，一次性的餐具。第四，纸袋。可以重复使用，不需要用一次就丢掉。因此我们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名叫 U-Bag 的二手袋循环计划的网站。 U-Bag 是一个串联民众和店家的平台，我们可以把收集到的环保袋或纸袋提供给需要的合作商家，以达成重复利用而取代塑胶袋使用的政策。我们即将开始募集纸袋，有兴趣的老师同学可以在4月1日以前将纸袋放到以下的地点：一、后川堂；二、F 栋二楼学习角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做环保，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环保爱地球，为地球尽一份心。